和你一起做的第十七件事。OK， 同学们，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吗？撕名牌，撕名牌，撕名牌，又撕名牌，又是暴力游戏。也撕了。啊？啊？我没抽啊。没有啊。这次为什么是动物？猫儿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狮。二。狗。象是什么东西？老虎。你这个是牌子后面有一张小牌子。你这是不是也有？哦，你也有。摸一下你的手感。我是农民。怪不得苏教刚才一直在摸。从前，森林里住着一群小动物，他们邻里互助，相亲相爱。直到有一天，黑暗魔法从天而降，遭遇毒气侵蚀的小动物们失去理智，在黑暗魔法的控制下，每天固定时刻被放逐的动物们就会互相残杀，只有以对方的死亡作为战利品，才能为下一场决斗赢得生存的机会。往日祥和的森林俨然变成了决斗场，直至今日。随便找啊，下午才上完体能课。哎呀，什么信号？哎，去哪儿嘛？耶，这是啥？不要老想着打打杀杀，要想着怎么得过且过呀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Hello。你好，我先不撕，我先不撕，我不撕，我都不。我们去找玉涵吧。走，我们去跟他玩一玩。遇到五在五岛山。那线索在哪儿哦？嗯，找线索。这不是有线索吗？在放哪？线索？这真的有吗？看看垃圾桶。苏笑里有。我过去了个人好像。我读这里面有。应该不会。张吉，你不得把衣服脱了啊？你不得把衣服脱了？很冷呐，等会湿的时候你们跟我讲一下，我再脱。张吉穿了，那我也必须穿。好家伙，真男人要敢面对，知道吗？来，什么？给你都不要啊！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。我是出来玩套，我不是来撕名牌的。你是撕我，是我没想到。我看会儿吧。哎呀，我杀不了你啊！你想？不，你要撕我，你就好点撕，你不要跟我上对抗。好，撕了吧。这总好能挣啊，就很简单，杀不了。哎，是啊，我想听那个波。我想听谁谁谁 out。
我也想听播报。谁来帮我找一下呀？啊，苏信浩，为什么穿件衣服呀？张吉穿了我就穿了。哦，张吉衣服没脱呀，老师。不，等一下，直接穿羽绒服。不是我说，到底哪里有线索？线索在纸上面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哎，我们去这个去那儿蒙蔽的地方，这太明显了，那儿蒙不住。淘汰指令线索卡，象的弱点是耳朵，所以他们指令是被扯耳朵十秒钟。象。哎，老师，我如果不知道他淘汰动作是什么，我把它撕了怎么办？这怎么连过去啊？那我不是现在可以看一下身份？对啊，你能撕掉吗？我只是打个比方，举个例子，打个比方。啊，我先去撕一个，我先去看一下张吉。孙渊，哎，你找到了吗？啊，我要找你呢。你找我干嘛？对，我让你把衣服脱掉。睡觉啊，找到没有？没有，找什么？我找到张吉。不，我说找到了。怎么你也把衣服穿上了？他穿我就穿他。你找到没？你帮我找报纸，我先和你联合一下。你帮我找报纸。不是，这啥也看不到啊。主要是报纸，我可以撕了的。我们先不走那么近，张吉过来。为啥呢？左航，左航，左航会穿衣服，可以信吗？左航，你是不是胖子？他是胖，那你咋？那你淘汰他了吗？我可以淘汰。你帮我找个报纸。他是包子。对，你帮我找个。你可以找个。对。你刚帮我找个，那你是鼓哟？对，我找个豹子的。豹子怎么穿？你是什么？我吗？对，我比你小，如果你比。有线索吗？这个我输了，这个没有。我都输了，我感觉。这是什么乱的？左航。左航将，皮夹撕了。没名牌啊，我名牌的。你找到你的没有？我没有找到，我也没找到。哎，不是，真的有吗？我觉得没有，我也觉得没有。你是象，我是丹尼尔，你是狗，我可能不是，但你是真的狗。行将，找不到、啊。但是这种把衣服穿上就很狗。那一个都没找到。快啊！我们现在睡在这儿，你们俩快点把衣服脱了。冷啊我！你的快把衣服脱了。我里面就穿了一件。公平竞争。我很冷，那我把这个脱了，我重新穿一件。可以，你把穿外面。走。不是。那些社会上的小娃儿是哪个层的哟？想给他拿一个线索，合作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象，现在鼠我觉得应该没有放出来。孙亚，你是找到没？你找到，这里面一个人没有啊？你是什么？我是比你小，我是比你小两个。
那你可以，那就没事。对，所以我刚追，我刚躲起来，所以刚。主要是找不到啊！找不到啊！都翻了我。真的有线索吗？OK， 我们来回忆一下事情是怎样发生的。刺激性的血，所以他将风油精涂在脖子上。风油精，风油精，我感觉好像我们那个有一个拍照是那个风油精。OK OK， 这个道具是谁提供的？不知道，等一下，卡片旁边有吗？啊，卡片旁边有道具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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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整一点，不然他们不相信。玉涵，怎么藏的呀？我是认识一个东西没看到。玉涵，我听到左航有事。嗯，听到左航有事了。是了，但没有动作。没有动作。啊？没有动作。哦，对，动作。哎，我杀左航是不是需要动作？时间还剩五分钟。时间还剩五分钟，谁说的？不是，这一个线都没找到啊！我也没找到，我天，我的柜子你们都翻了。那你今天可就惨了。人就得想点方法来给自己寻求点帮助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到这个东西，假装我在讲解看不到对面苏信号在翻东西。怎么还没看完？不是，我在等苏信号看完，你可以拍一下他。我在骗他的视角。他还没看到我，好像看到了。喂。我劝你不要乱动好了。我是真没想到你在对面。你是豹是吧？啊，你是豹，鱼还是虎啊？你找到什么线索没有？关于鱼涵的？
因为我现在没对你，我就是我现在不想撕你，因为刚才是我就去硬一仗，因为刚刚他们都在。不想撕我，你是能撕不了我还是？我撕不了你，我怎么可能撕你？因为我能撕的人在其他在那三个里面啊。你现在你手上有余杭的线索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哪儿有闹？找不到我。反正做不了你，祖航。你也输不了我。找不到。别干啥子？找到没？我在找线索。找到没？我在找线索。那你干啥？啊？是不是保我？我在找线索。你找到我了吗？再跳的还是死你了哈！死不了我。死不了你，你很强啊！看你还是走开。你肯定有。我没有。绝对有。没有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说没有就没有。这个游戏没有真正的君子。你今天就遇到了，你今天就遇到了 ，OK。自从上回玩了之后，再也没相信过君子了。你今天就遇到了，看一眼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为什么？真君子，真君子，不用看。可以啊，不用摸一下，不用看，我就不往里面。不需要。你年轻人浮躁得很，非要来试我，就不能给自己上点强度吗？专门来找这些没干的事儿，专门来找这些简单的事儿做，真的是。老师，话筒给我们，我们来播报两句。我们播报谁 out 了？好，好。我们说谁？我们说左航。刚才左航一直没出现。out 了。他应该咋的？啊，左航怎么说？淘汰。少说点。已被 out。你直接说 out 吗？ Okay, 已被 out。out。OK。身份。师。OK。就这个。OK。你说。左航 out。身份师，左航 out， 身份师，这个播报也太不准了吧！想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流通一下。左航 out， 身份师，他淘汰了？没有，没有一个人撕的吗？我们，来，我们自己写，左航。What？ 这有点乱。我这儿有线索。没有。您先交换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我这是象。嗯，象的弱点。但是呢，我是觉得他。啊？不是，这没啥可交换的呀。要不你给我看一下，而且我感觉我这个很水。余杭 out， 摸脸。我感觉我这个很水。我，水得很，我这个。嗯。但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是真的吗？他那个是复印的，还有个模块。我是真没想到，
但是他已经淘汰了呀，他已经。你没做？我做了。嗯。你找到线索了呀？六。你说这个吗？他指令线索我刚刚已经做了。他没有被淘汰。啊？他没有被淘汰。没有被淘汰，那我现在可以摸。你摸了眼油，他没有被淘汰。但是他的淘汰方式上面写的就是摸脸的，假方式。大吗你？一名不可以作假。啊？作假？你身份大吗？什么？身份大吗？我身份很小。还有假线索呀！最后时间，哦，第一组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，再来一次，左航淘汰。老师，老师给我一下，左航淘汰，身份失。那，给你一个。这个不可能是我们说的了吧？绝对不可能是我们说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哇，你是师啊？我说了，我是呆那儿说的嘛，我是呆那儿说呀。刚才有人说你是师，刚才。他们说的是狮子王，你信不信？刚才那个声音说左航 out 身份师。我是听不出来这新声音长那样子，还是还是啊？你是真的假呀？那不行，我现在得给张几连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？张姐啊？现在我不行了，我得跟你连一下。万一我喊不，我不是你，我是师啊。你估计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说是玉涵，他现在在搞我，所以他估计他在找别人。他怎么搞？他搞也搞不到啊。现在第四个人玉等好多就是了。那他是？我说他肯定，他肯定会给别人说。刚才是左环，我当时他看到了他拿了那个线索就是玉涵的 out 方式就是摸脸。然后去找他，结果但是没 out， 假的，他写的，不是写的，是打印的字儿，哎，是打印的吧？是打印的，回家擦肚子里吧。这个吧，这个，这真没看，这写着所有人的淘汰码。哈哈，你这个干嘛？哈哈。啊？所以你刚才是真的吗？好真呐、啊。你放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来说，它确实是存在的一张纸，对吧？它存在的意义很正确。我知道了。你要从唯心主义上来说呢，那我就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真还是牛吧。哎呦，不爽了、啊！返回安全屋，门外不要斗殴，返回安全屋，公共区域不要械斗。组长不要泄露。安全屋不能打。安全屋。等一下，左航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是毛，我是毛有九条命，很正常，是不是？他是师。约翰是什么？这可以share。这可以说吗？可以说。可以说。他是啥？可以说，为什么？那约翰。或者你给一个人说。他是啥？先不说，玉涵是你下家吗？一个字还是两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好牌了呀，两个字。哦，那好牌了呀，他是狼狗，他是。我先说吧，今天呢，在白天呢，看到了一张线索，但是应该是一张假线索，然后后来呢，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，就是大家在门口听见的，然后呢，而且这个线索特别的难找。难找，特别难找，找不到，找又找不到。
当时我在左航那里看到了一张线索，就是于涵的 out 方式是摸脸，当时我去试了一下。他直接写于涵的 out 方式啊？ Yeah。 这里都信？有的信为什么不信？我以为信息非常重要，对大象来说非常重要。对大象来说啊？大象可以来找我，大象可以来找我，但我们不在一组啊。我是大象。你干嘛抢我身份？你是虎哦。我是我在那晃了五分钟，翻垃圾桶都翻了。不没意思啊，我都不知道撕谁撕谁，感觉出去晃了一晃。你不是奥特吗？你不是狮子吗？搁那造假。左航，我是恐龙。他造假？我怎么个造假？他拿片纸手写那个肯定是假的噻，应该看得出来。太信了，我都在搞忘了。直接撕，直接撕，逮着谁撕。没有，他们两个没有，我不想撕，我只是为了你和他一下。你想互撕？我不想撕。这个有点勇猛，主要是我们三个唯唯诺诺的。先找找线索。不是说找不到吗？他们说可以，能找，只是很难找。好，来撕。不要打打杀杀呀！不要，能不能和谐？走哪里？走哪里？脚步放轻。不要撕。哦，我先出去，我先出去。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。OK。你啊，那你就在这儿，你就不要动。好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现不是现在还在这？我不撕。我去服装间。我上厕所，我上厕所。我就在这儿，我去服装间。不要啊！不是谁？这个好厚，这个跟防弹衣一样，先穿上。这个跟防弹衣一样。开始了，我有闪，我有闪。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过来。哦，你在那儿啊？那我也来找一下。叮叮叮，他们都穿这件衣服。不要撕，你撕了有啥子用？那样我太无聊了。那我先说呀，聪明点。好，听我一句劝，我告诉你哪儿有。你说。服装间。好。这件可以，先套上。安全一点。哇，这个大衣谁再撕得下来我？我真的，我今天跟他姓。找线索，我们首要任务。你是什么？我在找线索。我那边已经。你先请。好，跟我说个线索呀。我有傻。你杀不了我。哎，别，我可以跟你说。什么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想的是想跟你结盟。就是我谁也杀不过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你啥话啊？我可以跟你结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吗？那就以诚相待，好吧？嗯，我是狗。好，你呢？我不知道。嗯，你真的是狗？啊？让我确认一下。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狗哎。你真的是狗？我不知道啊，那就撕吧，对吧？开始了吗？但你要触发条件啊，是吧？我知道啊。可以结盟，我们让这个食物链推不动，对不对？我不，我要找下家，我找到了。但你要触发条件。那你现在没条件啊，你名牌也在我这儿。
但我知道你是我下家的。我知道。好刺激啊！我受不了了，我心脏不好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所长先说好吧，你现在逃话也不知。难着我的，那没必要啊。要不，你干脆在这儿，自己这儿先保管。这样吧，联盟部。我跟你说了，我要联盟，你又主要是我还想踩着我撕。但我得确定你是不是真心的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刚刚想试探。因为你现在受伤着。刚刚想试探。不是我们俩，你说现在张泽宇和张俊豪，张俊豪，我觉得他是像张泽宇，他肯定不是很大，要么是我下家，要么就是那我不行，可以，我找到信息我就跟你分享。我，你先去找苏杰，我再去四个人。好，我去把兄弟，我去把兄弟死，林博。真的联盟好，那个线索真的难找啊！哎呀，当时好像我就信了，好像那个线索是不是也是这么小了？很大一张那线索，很大一张。你看到过呀？用我对象大吗？找不到啊，就找你那样。你看过呀？啊，他身上绝对有。我没有。绝对有，我没有。他绝对跟他有关系的，绝对有，肯定是他自己的。我没有。等会给他找出来。你看现在不说话的是谁？他心很虚，你知道吗？他心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一张，看到没有？他找到了，看到没有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刚才说嘛，我找到了一张，我给左航看了，你知道你主要逻辑了吧？对，他给我一张假的，所以他骗我。对，我来撕你。对。提示二，现在场外的线索卡还有四张以上。提示二，现在场外的线索卡还有四张以上。什么呀？我们俩不要撕哈！我们俩不要撕哈！不撕！朱杰来了，朱杰来了！你干嘛？哎，别！不要老撕了，可以拿回来。我不知道逃了多少人。不是你没有我逃的方法，你要防。还是要大方一点，不能唯唯诺诺的。我跟你说，张俊豪是啥？你往那边点。你俩为什么要穿衣服啊？因为很怕，还是要大方一点，不能唯唯诺诺的。不怕，我不死你。那你还是往那边点。我有点怕你，我坐着。OK。找不到了，快撕了。什么？你们是找不到的。你俩找到了？你猜。他告诉要撕你哦，谁说你要撕我？线索，你找到线索了啊？你是什么吗？你猜，你是我下家。我是你下家？对。你有动作吗？我呀，我确认一下。啊，我是你下家。那你是啥？我知道你是啥。
我是你下家，我是你下家，我知道。我是你下家，你说你有没有动作？我在考虑。还没有，还没有动作。你还没有动作？对。好。你是啥嘛？那你找动作你来撕我嘛，反正你现在撕了没用。反正我是你下家。咱看看。我反正是你下家，你找个动作你再来撕我，你好撕一点，你现在费体力没用。你是鼠？我是你下家，反正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你找动作再来撕我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吗？你如果觉得我是鼠，那你就是狗啊。就你不管你假如你是狗，我真是鼠，你没有动作你也撕不了我。我知道。你还不找个动作再来撕我？找不到。对啊。你看你那个字迹飘不飘逸？张泽宇是鼠。真的吓人，还是要大方一点啊，不能唯唯诺诺的。其实我是朱日新，我穿这个防弹衣还是多轻松的，刚被偷袭了。恩仔是朱日新，知道他是什么吗？去找恩仔了。我去找恩仔。OK。恩仔怎的？我不晓得他身份。我不怕你了。我知道。朱日新肯定跟你说啥。你俩都找到线索了。朱日新是狼，张俊宏是狗。你找到线索了？没有。我的闪。保命的。好复杂呀、啊。还去搞了件风衣。我一张线索都没找到。张泽宇 out。朱志新 out。全员 out。全员 out。返回安全屋。返回安全屋。你找到线索了吗？张宇豪，我建议你别动我。你找到线索了吗？建议你别动我。啊？为什么？返回安全屋。啊？你是什么？你是狗吗？有一个线索在会所里面。是不是？有一个线索在会所里面。有两个线索在左航身上。无没完没了了。有八个线索。你怎么不说我有九个？左航有九个线索。六。左航有九十六个线索。哎呀，给呀！我操，张你声音好像啊！张你声音好像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朱志新 out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找到线索了吗？不是，你又不知道我动作，我又不怕。你知道我动作吗？你猜。你说一下，我看对不对？我知道我动作。你知道个？你不没有不知道？那你过来干嘛？不是，我说你不知道你的动作是什么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哇 ，OK。那你说我动作什么？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？我这我的动作我肯定知道是什么、啊。你就知道动作是什么 ？OK。我是你下家。对。啊。你是鼠。你是狗。对。为什么你不能是狼呢？我为什么是狼呢？朱志新，对，他是狼。张泽宇，现在就张泽宇不知道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就撕他呀。叫什么？你是下家。啊？你是下家？什么意思？打字啊！左涵。你可以猜我是不是吗 ？OK。你现在要撕我啊？对。你有动作了？对。你刚才过去圈就有动作了？你猜？你在哪找的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？这么多，你是啥？啊，我是他下家。他是鼠，啊，他是鼠。你是鼠，你怎么可能是他下家？他说他要撕我，他说我是他下家，他说我是鼠，然后他说他找到我动作了，他要撕我。你是什么张俊豪？啊，你是什么？猜。你这样就不可能是我上家。啊，那你是不是鼠吗？你是不是狼？你猜。你猜这种我们俩不可能互相说，你何必撕呢？我只是因为其他人我都撕过了。其他人都撕过了，你撕我也没必要啊。所以说我就猜你应该是鼠。那也不差我这一个，你可以猜。你想我们四个肯定有上下关系。对，你是狼，而且是连着的啊。你猜。玉涵要撕我。小兔崽子想撕我？你撕我有什么用？我又没线索，你应该撕左航啊。
跟你说了没有？没有抓那么多线索，我们三个人塞一个，把麦关了吧。跟你说了没有？你看完事儿了过后，是不是找苏笑出去对了一下？那有可能就对一下手上的线索。为什么没有找我？为什么不找我出去对？因为我身上就没有线索，你知道吧？没有线索就不会来找我对，不会找我对的，然后就意味着我没有线索，你知道吧？意味着我是。好啊！坏了，现在我必须找到自己的线索，不然就完了。OK， 那我去找线索。拜拜。OK， 一起。拍拍背给你，我怕你背难受。不要发生肢体，安全不是犯规，犯规，犯规，安全不。不是安全屋就没个管事儿的吗？安全屋兄弟，安全屋没有管事儿的。安全屋，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屋已经不安全了。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屋？他只是叫安全屋。他只是叫安全屋，没办法了。你看这是线索，没办法了，兄弟。你猜他为什么叫安全屋？哎呀，把我下来！来来来，哪边的人过来哈？不是，这属于犯规玩法了。我的规矩在这边，这属于犯规玩法。我脚还在安全屋里面，直接不要动，我脚还在。哎，算了，我没办法，子豪，你那波太遭仇恨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真没有，我是真的没有。你是真的有啊？这边我真的全找过了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你不要老跟着我呀！哎，因为我自己找没有头绪。谁找到线索了？我真没有。线索？恩仔。恩仔有线索？绝对有啊！现在我一张都没找到，五到二、五到三找完了。看这个有什么用吗？我先说吧。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定啊！我反正一张没找到。那找到什么了？我一张也没找到。你找到什么了？我啥也没找到。恩仔，恩仔，肯定找到了呀。恩仔，你找谁的了？我啥也没找到啊。那朱鑫找到的呀。我感觉张泽宇找到了，他不想说。成员们，时间还剩五分钟。有线索吗？没有，他是不是播了？对，他说有人也找到线索了。谁找的？不知道。我现在线索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长什么样？那个厕所旁边那个小隔间我也去了，都没有。他这么说，我觉得肯定是人在。啥也没有。你的线索是什么？关于谁的呀？我啥线索都没找到。关于谁的？什么关于谁的？关于是角色线索还是动作线索？我没找到线索，我怎么有线索啊？你找到线索了。OK。提醒五，场上已经抽过一位成员找到线索卡。提醒五，场上已经抽过一位成员找到线索卡。你是不是找到了？张泽宇找到了，我没找到。朱子晴啊，然后朱子晴，朱子晴，在这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。老师。我有个疑问，就是如果是下对上的话，他把他撕了，但知道他的淘汰，可以把他淘汰吗？淘汰不了，你还想以小吃大呀？线索长什么样？我真找不到了。提
1500，场上已经超过一位成员，找到线索卡。啊，这里面没有我。你确定？我哪敢去哪个项链啊？因为我之前骗多了的嘛，我又不是全都会说谎话，我也不可能全都说真话。许文，不是这种找不到的线索，就是你听我说，我这种找不到的线索没必要骗你啊。我如果找到了，我不告诉你就行了呀。我说我找到了，我是真没找到，我才说不找不到的。那谁找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我绝对是没找到。他查过烟，现在起码有两个人。起码两个人啊。你俩怎么找的吗？你啊？我们这就三个人。对啊，我真没找到，还剩最后三张。那你咋？找了两个多呀，还剩三张。他说一开始说四张以上。你找到几张？我一张没有。不是，我骗你干嘛嘛？我如果找到了，我不告诉你就好了嘛。你找到了？我真没找到。我找到一张，他肯定找到，我只找到一张。我也找到了，你找到了，你的上级，看，看，看，想说他也找到了，那就说明他找到不是我的淘汰方法，他肯定找到的是张志豪或者，要么张志豪，要么张泽宇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张泽宇肯定有一张。你找到几张？啊，我没找到。大哥，还已经有五张找到了。找到五张，那可能他一个人五张。张泽宇起码有一张。他有可能找到，他说起来有两，他的嘴他有两个人都找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绝对有一张。张泽宇肯定有一张，我们三个组就是。张泽宇，他应该是宝。那他一直在找。我想，不怕他在我们那组，他就不怕呀。对，他是最大。但他为啥不来死我们呢？那就证明他要没有，肯定都没有找到我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淘汰盘的方法，要不然他肯定来抓我了呀。他有可能是，他必须要那个淘汰方法才能死完之后做那个动作。时间到，请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。长这样，还剩三张了。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。之前好这个样子、啊、麻烦呐、啊，两个人还穿衣服，要从里面往外面撕。我啥也没找到，我找了舞蹈三、舞蹈二，没了。这箱子，这构建看到了太多东西了。我撕了一个人。我刚才不是说撕两个吗？我说我爆一个，我刚才我说是爆一个。他先爆一个，爆一个。我撕张俊豪，他是狼。狼人呐、啊，都是平民。我也撕了两个，但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撕了两个。被迫也可以撕两个，极限一换一啊，一换二他那个撕。我报朱志新吧。朱志新，这个是狗啊？你确定不是？你是狗啊？张乔说我不是狼、啊。我现在很害怕张泽宇，因为他现在线索很多。他绝对好像啊，这怎么可能没线？找到自己的烧脑出发点，烧那边去点，我去那边，我再把舞蹈三搜刮一遍。张子宇刚刚是不是在他自己房间找到了？开始了，我们说直接一点啊！你有线索没有？我没有，我绝对没有。我有了，我何必不说呢？我可以跟别人换的嘛。我绝对没有，一张没有。那就顶多一个人就两张，然后有四个人有，然后有三个人是一张，有一个人是两张。成员们准备倒计时15分钟，现在开始。成员们准备倒计时15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张俊豪呢？啊，去死！张泽宇，张泽宇，他死了，看一下他，在哪？就直接上去。直接上。
咋子啊？你哪知道互相是啥吗？不是，你哪知道互相是啥吗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死我了呀？长你的主意。现在有四个人找到线索了。我也想知道他是啥。咋的？我就让我分到线索，要找死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抱和巷里边一个？这是我的安全屋，这是我的安全屋。完了。现在有一个很怕的点就是什么，就是我，因为刚刚在那个安全室的时候，恩仔他问我，他说他要保我，因为刚朱鑫他其实没有报我真实身份，然后恩仔他也没有说我是猫，所以说我现在很懵，脑子转不过来了，又回到上次的情形了。那有一个线索，那有一个线索，刚才有一个线索放在那个纸。大象 out。大象，准备要死起来啊、哦！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，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。你让他跑还没用啊，这不是？来，咱俩交换一下。交换啥？他反正知道我了，对吧？你是他呀。虽然是大象啊。他们那组肯定有个大象。你为什么要给大象说？啊？你为什么要给苏笑说？苏笑大象？这是苏笑给我看的，对吧？他这个谁信都不知道。苏笑给你看的。对啊。抓住大象耳朵十秒钟。对，我给左航一张。啊，你给他的一张。你为什么要给他看？抓住大象。我给他看什么？啊，不，他为什么要给你看？十秒钟。不晓得。可能我看起来不太不，可能我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来。又剩在一起了，哎，是我。张泽宇，你是啥呀？啥呀？我不是你下家。啊？你不是我下家，你知道我是啥吗？啊？那就不吃他了，算了。他说他不是我下家，他知道我是什么。你是啥？啊啊！你是啥？我像。你把右上那个给张飞，你把那个我的给张飞。我不知道他看没看见，反正我是一张都没有。我早就是你是张泽宇的话。我就应该直接给你，你到时候撕的时候，你直接在张嘴上去脖子上涂一下，他就死掉了。你把他撕的时候，你到时候你撕他的时候，你在他身上涂一下，你就死了。OK， 你有什么线索？那我撕不了他是不是？
对对，他是我，你应该给他，他是他是你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要不你就给，对啊，我只能是你，对啊，我不能反过来撕。那我不知道他能不能，但你不是像，你不像，你可以撕，你可他只能真的了。哦，你现在有线索了吗？啊？你现在有线索了？没有，我刚撕了个人。谁？班级。你能说他是什么吗？他反正跟你搭不到边儿。你是什么吗？啊，你是狼啊。啊。你先看，能说就说。哎，我搞错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搞错了呀？哎呀，我搞错了。哦，你有线索吗？没有。你真没有？假线索。你真没有？没有。该不该信你？找到啥？来了，来了。他把你撕了。啊。他把你撕了。嗯。他把我撕了。互撕啊。你们是啥？你是啥？反正我俩跟你都搭不到边儿。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动作是什么。嗯。知道下家，但是动作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要找人交易，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思想是报，或者是。耶？都在这儿。嗯。这是干嘛呀？那样是不是应该撕掉？我撕他？我走了，你俩反正肯定。时间还剩一分半。我以为是什么东西。耶，有意思。张宇，哎哎，我不撕你啊！你我现在有，你应该反正撕不了，撕不了。对，但是我有东西给你，我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。我淘汰。嗯啊，我把这个东西给你了，你有什么东西吗？我就一个，我刚才真的找不到的，我可以跟你交换一下。但我的跟你应该不搭边。你跟我不搭边吗？我是猫的。你是猫的啊？看你想不想要。那你知道他们谁是什么吗？朱熹应该是狗，然后木尔辰应该是猫。狗在猫上面是不是？狗在猫上面。哦，狗在猫上面。你的这个就是你拿着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淘汰方式是，你是鼠吗？啊，什么？你嗅觉很灵敏，就在你脖子上涂一下，你就嗝屁，然后你就 out 了。啊，然后把你撕了，然后涂一下你脖子，你就 out。哦，我这个是猫的，你看嘛，猫是怕水，水沾到名牌就那个啥。张振宇，快去抓张杰，抓住他的耳朵，十秒钟。这一分半好漫长，这一分半抵十分钟。现在是想躲避吗？对啊，就是你不能让别人把这个涂到你脖子上。嗯，把你撕被撕的时候涂到你脖子上。那我走了。OK， 感谢。回来了吗？你没听到我们说话吗？抓耳朵，张吉，张吉是大象，我们已经给你理出来了。对，抓耳朵十秒钟了，慢点，一会儿没有淘汰机会了，快去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象？好吧，那你去，那你快去，那你总得知道抓住耳朵十秒噻。为什么我就是鼠呢？为好，那没事拜拜没事拜拜，你走吧，你是战斗机，歼二零你是。赵张杰，时间还剩三十秒，时间还剩三十秒，三十秒还长，三十秒来不及了也，这三十秒长呢，三十秒来不及了，找不到。
请所有成员们回到安全屋。没事，至少找到一个。我看走到你的出发点啊，出发点。我去那边吧。那我就找这边。咱们石像有猫，有猫的。石像要么有猫的，要么有你的。我是狗。对，他要么有你的投胎方式，要么有木子神的投胎方式。那他说，哦，对，他跟海哥说要跟我。但是你没有。没有什么。那个线索。我没有。对。所以说我现在想去找线索，我至少起码要拿到一个线索才能跟他聊。我有他的，但是我肯定不能给他。对啊，所以你就自己留着，你先找。哎，但是我可以给他，给他我，因为我记得到。看，反正这个看你自己，这个看你自己。我还是先自己找线索，我先找一下，想我至少要有能有一个条件才能跟他们谈条件。要我啥都没有，绝对不给。你现在有头绪吗？没有。我知道我该是谁，但是我知道我该是谁，但是我没有认识，没有听到师傅聊。我感觉这些地方已经被找烂了，都快了。对呀，我真的服了呀。我都要找吐了，这些地方。看他们都是我自己，狼被淘汰了，但是我感动。什么现在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跟你说，但是千万不能再说了，不能再说我是狗，不然我这个狗知道，不然这个顺序绝对被打乱，我们三个都要回。然后我现在没事，这个藏好了。又找到两张，那又找到了，你先问。少碰点。我现在就像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老鼠，然后它这里是猫，它是猫，然后它是它是森林，然后还是竹堂、玉涵、徐信浩。你是什么？我是老虎，我不是。那咱俩谁呢？他跟猫在找着呢。我找到你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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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迪。谁的？他干嘛？对呀，对呀，知道这个。你们都是你的下级，什么不是的？你是狮子吗？对。都怎么给大象？要不你把我的钱给我，我们先交换。那看你们自己给我。交换。主要是我们肯定也抓，因为我们这个。对对，我们肯定。那没必要找的。所有线索卡都被找到。提示：所有线索卡都被找到。找到了？没有。你也没有？我们三个刚刚在一起了。你找的吗？那我应该是快嘎了吧？啊？我没找到啊，我就是。小黄，钟仙儿。哎，没事，我们不奢求要你什么，反正我们也死不了。爆的线索有在你们手里的不？啊？爆的线索有在你们手里的不？啊？爆的线索？他找到了。我们三个在一起的卡片找到了，他不是他找到，还是谁找到？摄像老师找的吗？我没有找到卡片，主要是爆、啊。对啊，我们这儿有。那玉涵是虎。对啊。谁有就说谁有。谁有爆的？对。我没有。我也没有。就他们吧。那都。那你有吗？张迪绝对没有。你是不是有？你猜。我可以有个东西可以跟你换，你要不要？可以啊。没，马上。恩仔，把卡给我，把那个卡给我。把那个卡给我。现在。不是，那我的呢？啊？这我刚给你的那张呢？我这人我肯定不能把我的给他呀。那你先给我。
药水，涂药水。药水在哪儿？怎么死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过来。孙强要过来下面。啊？你要干嘛？我不干嘛。你都邀请别人了，别人不能邀请我吗？我是发的。你是狮子。对的。你是狮子的。你爆。狮子的。脑袋里面是有豹子的。没有。So.YOUWILLBELIKETHEIM 你信了呀？不在我们这，没事，把孙耀淘汰了行。现在他不安全，我们吧。我看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俩先交易完，然后再跟你们说，可以吧？哎，怎么都串了？走吧，我们现在他不在安全屋。啊，他现在不在安全屋。啊。先别，我还跟他没有交友啊！哎哎哎，先别，先别，先别，找线索，啥也没找到。然后碰了，跟他们碰了很多次面。对，我跟他一样。然后我还找到我的上家，然后我还去躲避我的上家。啊，我的上家就于涵呢。他是老虎，我是豹子。现在不都明拍玩吗？只是不知道线索，只是不知道淘汰。他是猫，他是狼，我是豹，他是鼠，他是狗，他是象，他是狮，他是虎。Unbelievable, amazing。我本来是拿我的给恩仔交换的，然后后面我过来问走魂的线索，本来想换张走魂的线索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想我手上的是狮子的，我就找个大象。然后呢，张吉确实过去了，但他过去的时候把我骗了，我当时就懵了。然后估计他先给我以为他不会先给我看那个卡，因为他上来的时候掏了个卡给我看的。张吉说的，你猜，其实张吉说的，你是不是有？你猜，当时不是出去谈了吗？当时呢，刚好正准备交接仪式。小姑，你为什么会找小兔呢？啊，因为我就是盲猜，就随机挑了一个，就感觉他哎，结果找了巧了，我刚好有一个跟他有关系，就对。那你们交接成功了吗？没交接成功。我是狗或者其他一个。我感觉朱星和恩仔有问题。对，朱星、恩仔和我都这么给你暴露了，你还说你又可以私下来给我看，就是结了盟的，这么萌啊？那肯定就是很萌，肯定就是有两个人不对啊，我们猜的。还有这么深的萌，好萌啊！这么萌，梁山好汉吗？这么萌。好，每个角落你们都可以啊。好，不要离开安全屋。我会找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包包一摸，啥子没得？看看你的，我有一张。看看你的，对我很重要，对你很重要。暴狼，对，暴狼狗，我有这个。猫啊，没事，你先帮我绑，先把老虎给灭了，我先把狮子给我灭了，因为我怕他灭我呀。啊。嗯，一直都有的，来，我开局就是你，我开局到现在一张没蒙，我身上一张都没有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放回去。你有两个是不是？
嗯，你有两个是不是？但是跟你没关系。有两个。那我看一眼又放了回去那。你插什么？我又没有跟你没关系。你插什么？哎，你下面是狗哼是吗？啊，狗哼吗？你下面是狗哼吗？我可以完全直接插，就插一个。你是猫了。猫是那个什么？现在不，主要是我现在只有一次机会，我不确定他们两个的顺序。你知道怎么淘汰你吗？那就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的吗？那你知道我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我说我怕。也没什么。好的。好的也没有。先带着。猫的是猫怕水，只要它名牌上沾水就可以。是，你倒是不能对朱守兴会吹鼓。你们快看。猫喝多了。但是你可贴在身上。我很倔强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淘汰别人。我倔强。你下家是猫？什么下家是猫？你下家是猫？我是狗。我知道他的。你知道他的？那我又没东西跟你交换，你凭什么淘汰？那你不想淘汰人呢？我比较倔强，我喜欢坐着。就是这样。或者你要跟我说也可以。只要他现在知道我的，我把你他的告诉你。那你跟我说。那你先给我看一下你的。那算了，那我还是倔强。不是，我有能杀他的，你就给我看，我又杀不到你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。看一下。这样，我写的第一个是御寒，御寒是那个是他这个药水喷到他那个名牌上。我第二个写的左行，左行是爆就不需要道具了，就是就爆啊，爆，那我就打了，十秒。还有四秒，好，我搞了。我第一个是张吉，揪耳朵，然后是苏一浩，这样是挠痒，挠十秒啊！你是不是不怕痒啊？我是张俊豪和张泽宇，然后是用被沾湿的名牌贴在他的身上。他是狗，恩仔。狗能淘汰狼？他不，他是猫。张俊豪是猫。OK。张泽宇是用风云巾。打在他的脖子上，还剩一个了呀？还有左航呢？啊，左航，我倒死了。林仔，是水果。他还有个更大的在这边。